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你把你的直笛套子打开，套子打开哈、哦，它这个可以分三节三站，哈、哦，所以这款的好处就是出门要扎，出门好扎，出门会使吼，会使甲中甲拍开。哦，比如讲，你话会使安尼无？是毋是拍开？会使哦，啊你啊，算讲你的背包细，你会使甲分作三节，哦啊出去遐来倒，所以这款是最方便的，哦，袂占空间。啊，咱即马这三节的话，啊甲倒起哩，哦。这个吹嘴，这个甲中，这个倒嘞，大底哦，爱大底，你袂使安尼留一个缝，倒大底吼、哦。过来，尾流这个倒入去，吼、哦，倒入去好。啊，伊这個，你看，你安尼目睭看，你运的所在爱甲伊成一直线，你袂使歪歪啊，你手你就歹掂啊。哦，啊你即马。咱即马弹吼，来看一下哦、喔。咱倒手的顶管，左手在上面，哦，左，你的大拇指，左手大拇指后面这一孔按着，然后你的食指，左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就按最上面的三孔，按的时候。不要用指尖，但安尼，卖安尼，咱你弹弓更紧，乌克丽丽爱用指尖。啊，咱即嘛是咧分指笛，咱爱用指腹，就是平贴。咱有指纹的话，咱就用指纹，指纹甲平贴。啊，懵的，用懵的，唔免弹六弟。吼、哦，安尼，啊倒手安尼，一支就知啊吼。啊，正手呢，放在这后边，吼、哦、啊，然后一二三三个。哦，三个，哦，安尼是毋是拄啊好？啊，再来你的小指吼、哦，小指就是毋是咱这拄啊倒去这细下这无？你着爱安那放？你着爱，伊这个是毋是在准？会使左右准嘛吼、哦？那你准，你着爱准拄啊下，偏右，你若偏左，你着定袂着啊。所以伊这有的人是习惯是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。啊，要安怎？所以你同背抗力在准向倒平，了解意思无？所以这个最底下这个孔，来请坐，来坐丽华边啊。啊，你来，乌哥，你阿妹坐来，免挂，先坐。啊，咱即马整起你吼，你这最小最底下这个同背去抗，另外下下就好，爱下下。